SYM 系列双圆边机生产线简介。 SYM 系列双圆边磨边机生产线适用于磨削建筑、家电产品、家私等平板玻璃的两平行圆边，粗磨、精磨、抛光、导安全角、清洗一次加工完成。双边机玻璃输送用四伏电机驱动，整线采用 PLC 可编程控制，通过移动式操作台上的人机界面设定参数，具有操作简单方便、自动化程度高、加工精度高、效率高、安全可靠等特点。 SYM 系列双圆边磨边机生产线主要由以下设备组成：一、 SYM1420 双圆边机，该机器对矩形玻璃短边进行搓磨、精磨和抛光，单边有七个磨头，包括四个搓磨和三个精磨，配置专用的钻石轮，玻璃加工速度可达每分钟12米。二 ，SMZL2015 玻璃直线中转台，该机器功能是将第一台双圆边机加工后的玻璃自动转动90度。使玻璃自动送入第二台双圆边机，玻璃传动由四伏电机控制，速度与双圆边机速度同步。与玻璃接触的滚轮材料采用聚氨酯，在玻璃输送和转动过程中不会划伤玻璃表面。三 ，SYM1415 双圆边机，该机器对矩形玻璃长边进行搓磨、精磨和抛光。单边有七个磨头，三个粗磨加三个精磨加一个导安全角磨头，配置专用的钻石轮，玻璃加工速度可达到每分钟12米。导安全角磨头采用四伏电机追踪式结构，专用导角软件控制，导角可靠，不差小。四 ，QX16 玻璃清洗机，该机器连接在第二台双圆边机后面，可对加工磨削后的